大家好啊，我是 Wax 啊，今个礼拜咧又同大家玩新 game 啦，呢个叫做雷鸣之星足球啊，一个足球游戏嚟嘅。咁咧，但系咧佢啲角色咧系啲动物嚟嘅。首先同大家试玩咗先，因为咧我冇拍一个礼拜片啊，咁所以咧呢个 game 咧其实咧已经玩咗一阵子噶啦。佢個形式呢就似玩足球 game 嘅，咁啊首先攞到三分嘅呢就會贏㗎啦。咁佢有啲角色呢，譬如熊貓呢個呢，佢會企定定唔喐嘅。呢隻狗仔呢就負責去傳波嘅啫，佢又唔會射波㗎喎。咁所以呢每一個角色呢都有佢嘅功能嘅。好啦，我呢隻老虎呢就是一个前锋嚟嘅，咁佢唯一系会又带波之余咧，又会射波嘅角色嚟嘅。咁另外仲有啲辅助角色啦，譬如呢只乌龟啦，咁佢就会影响一路转住咁样影响到场内嘅所有角色嘅。当佢哋一扣晒能源咧，就会消失噶啦。好似呢个啦，炸弹啦。佢就會炸開曬啲人嘅，好啦，仲有呢隻狼啊，灰色呢隻狼，咁咧佢又係一個射手嚟嘅，因為咧佢射波嘅時候咧會蓄力嘅，一蓄力咧就會好犀利咁樣射到好遠噶啦，嗰個將個波。除咗咧佢足球嘅玩法之外咧，其实我反而觉得咧佢有少少似咧气垫球嘅，因为咧佢系弹啲角色出去咧撞个波嘅，咁有时咧可能咁啱得咁巧咧，可能可以用到呢个方式咧去入波嘅。哎呀，真系好可惜啦，俾人入咗球，唔紧要，仲有时间。认真啲玩先，猛俾人阻住晒啊！咦，对方呢个角色几特别喎，将个波掉上上面嚟传嘅，好嘢，追翻分啊！好嘢，又入多分，赢埋添喎。啱啱時間夠啊！咁咧贏咗之後咧，咁就會得到錢啦。咁其實咧，反而咁樣比賽去得到錢咧嘅係會少啲嘅。其實可能得7蚊嘅啫。你見到而家我得70几蚊嘅啫。咁同埋你見到下邊嗰度有幾個波仔嘅，有4个波仔嘅，咁有3个系银色啦，1个金色。个金色咧，而家开紧嘅，咁又系需要时间嘅。如果你唔用钻石去开咧，就要等时间啦。咁而家仲有5个几钟头。呢、這个如果原本咧，应该系8个钟嘅。另外另外银色嗰啲波咧，就系3个钟头开到嘅。啊，仲有样嘢想介绍俾大家嘅。因为都玩咗几耐啦，而家我系5level嘅，咁咧佢去到3level咧就可以入去呢个社交啊。个意思系佢入咗去之后咧，佢可以同其他嘅玩家咧去交流嘅。假设咧，譬如需要啲咩角色咧，你可以喺度要求嘅。咁譬如好似呢个啦，要嗰只炮啦，咁你揿咗佢之后咧，喺呢度咧，如果有帮助呢，咁反而啲钱呢会容易攞啲嘅，呢啲钱係多啲嘅应该就。好，仲有一个介绍嘅。
而家咧就系睇翻我而家有咩角色啦。头先讲过啦，呢只熊猫咧净系企定定唔会喐嘅啫，咁佢要人哋传波俾佢先识射嘅。呢只系哦老虎嚟嘅，原来几似傻炮喎、啊。咁咧呢、这个就系、是、前锋啦，咁佢就自己会识搵波去射嘅。另外炸弹就系、是、呢个一掉出去咧就爆炸，有时咧呢、这个烈火先生咧佢可以令到个波咧弹入去网嘅，咁所以咧其实佢都有入波嘅功能噶。介绍晒我而家拥有嘅呢队波嘅所有角色啦。呢只系青蛙，头先咧佢会攞条脷咧去吸啲波去射嘅，咁呢、这个佢都会行嘅，不过行得比较慢啲啦。咁佢就主要系用条脷可以将远距离嘅波咧去攞翻埋嚟嘅，或者传嘅。哎呀，又收唔到啦！咁呢个角色真系要嚟传波嘅，最渣嘅，佢又系唔识射嘅。如果得佢一个喺场上边咧，咁控咗波之后咧，咁佢唔识射波嘅，一定要有其他队员先可以射到波嘅。你只乌龟就系要嚟控场啦。咁如果你佢可以要嚟骚扰到其他嘅敌方或者自己嘅所有角色嘅。呢、这个最有用嘅射手啦，因为咧佢可以处理控咗波之后咧，佢可以处理佢射大力啲嘅射球嘅，咁佢嘅攻击力会系最高咯。咁啊，下边一样啦，有其他角色嘅，不过留翻下次再介绍俾大家睇啦。咁一样咧，佢每一次咧开咗宝箱之后咧，佢可能会有啲角色啦，同埋啲钱咧去加嘅。俾你嘅，咁如果咧你储够咗足够嘅数量嘅角色咧，咁佢就可以升级噶啦。好似而家呢个系五级嘅熊猫啦，系啦，储够咗就可以噶啦。另外呢度有商城啊，当然如果你货金嘅话咧，就可以喺度买嘢啦。咁同埋咧，除咗货金之外咧，其实咧呢度有时咧会有啲咧平啲嘅角色或者道具嘅。甚至可能有啲系免费嘅添啊，所以如果你系啱啱玩嘅话咧，记得去呢度望下有冇适合嘅嘢啦。好啦，今集咧就介绍去到呢度啦。玩咗一场，因为我呢个 game 咧唔系玩得好叻啊。如果有观众或者有网友咧曾经玩过呢个 game 咧，都可以喺下边留言话俾我听噶。同埋咧，记得揿赞好同埋订阅啦！订阅制隔篱嗰度有个钟仔噶，揿着咗之后咧，就会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噶啦。好，下集见啦，拜拜！可能一阵会开埋个金色嘅箱啊！咪走住，话咁快咧就五个几钟头啦，咁啊，而家咧可以开个金色箱咯，一齐开嚟睇下入边有乜嘢啦！咦，呢个新角色嚟㗎喎，鳄鱼啊，咬住人唔放㗎。呢、这个有啦，呢、这个都有㗎。呢、这个大风吹风扇嚟嘅，呢、这个系西瓜。睇返头先嗰个中咗嗰个系啲咩角色先。呢、这个系一个紫色嘅角色嚟嘅。红色呢系最稀有嘅，紫色系第二稀有。都系啦，一咬住对手唔放嘅角色嚟嘅。下次有机会呢就示范俾大家睇。今次呢真系要同大家讲拜拜啦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